我的香幽园生活是从一个非常普通的早晨开始的。那天我一睁眼就发现我把我已经装好的邮件又都掏了出来。别说他对我不放心，第一次走这么远的山路，我自己心里也没底。不过我也没想太多，一回生二回熟嘛。 回一趟二百二十三里，要站三天，中间歇两个晚上。我知道，你来了回来的我还不知道。第一天也就是今天，我给你画了张图，你要走八十里上山路，翻过天车岭到望风坑，九瓣垄住下，明天一早起身要赶到寒坡坳，再过瑶掌山葛藤坪，然后到大月岭住下。哎，这又是八十里。 第三天起早一口气下山还是八十里。第一天我要是能多走点儿，没准两天就能赶回来。干上了，就不是一天两天，三趟五趟。我知道。我呀，已经退休了，班呢也是你自己愿意接的，可这是个苦差事，说不定你过不了多久就得后悔。 你的制服不穿了，我也穿不成。至于咋说，我这号的制服一时半会儿还没有。现在不愁吃穿了，当农民有什么不好？你爸又回来了，你要想当工人，就到城里去当呗。妈，你不懂，乡里人是国家干部，我接班和进城打工可不一样。咱们家一定得有国家干部。妈，你说是不是？ 我算什么国家干部？我们支局长还是个副部级，当个支局长也不错。他原来不就是个乡员？山里边说变天就变天，该预备的东西都得预备着，别嫌麻烦。知道了。 老二，咱们走。老二，去，去呀，去呀。老二，从今天开始啊，我就不上山了，啊，支局长不让我干。 虽说我现在年纪还不太大，可腿疼老治不好，他们让我退休。
我退，你可不能退啊！你得给他带路，啊，得招呼人，得给他作伴儿，听见没有？啊，老二，咱们走。他路不熟。走，走，走，走啊！老二过来，走。逼得我链子拴你。 老二，小心我揍你！不去算了，没你我还省心呢。我走了啊！哎，儿子，等一下，你爸要跟你走一趟。妈。 你有事就找许万昌，我拖过他了。路上小心，别喝脏水。妈，你回去吧。妈妈的，叫的亲。 别看老二不会说话，可他鬼着呢。我爸心里想什么，他全知道。他们俩整天在一块，谁也离不开谁。我爸非要跟我走一趟，我也拦不住。可有他跟着，我觉得挺别扭，挺不习惯的。再说了，遇到了工作上的事儿，我们俩谁听谁的？ 慢点儿，他还没走惯呢。他跑他的，我没事儿。再遇见人呢，向右侧身。
越往上走邮包越重，背着它走三天真够我受的，好几次都想放下来喘口气儿，可总不能一上来就让我爸觉得我干不了。再说我爸这岁数都背得动，我也不能就这么服软，他不说歇我就不歇。咱们歇会儿啊。你慢放。累不累？一片茅草组合水啊，我老了。支长不是说了吗？这是组织上决定的。蜈蚣也吃了，叫鸡公也吃了，花了局里边那么多钱，他怎么就不见效啊？支长不是说了吗？你退了休，一样可以治病。我不是在说治病，你就是在说治病吗？老二，过来。好。给你。回去吧，我一个人能行。一出太阳啊，天就热。你放心，我晓得。俗话说，路在嘴巴上。老二，老二走，赶路喽。两个人走路总该聊点什么，可我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。因为爸不常回家，我小时候从不挨揍，别人都特别羡慕我。其实他们哪知道，我心里特怕我爸，跟他特生。那时候他好像一个月才回家一次，每到他回来那天，我就在外面玩到很晚才回家。那种感觉挺奇怪的，也不是不想他，也不知道自己怕什么。长这么大，爸都很少叫一声。
老二爸呢？他去哪儿了？邮包呢？邮包虽然没丢，爸还是发了脾气。真没见过他这么急过，直到现在，我还是挺怕的。来了啊，我儿子。今天来了。我爸常说，山里人几天不见县长没关系，几天不见他可不行。我以为我们的到来会在村子里引起不小的轰动。就像电影里那样，大家围上来，接过盼望已久的来信，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。可一进村，我就发现我想错了。老大一个村委会，连个人影也没有，好像我们来也行，不来也行。先放下。咱们边歇边等。来。怎么没有人啊？大白天的，谁能在这专门等你来啊？我们又不是来视察的，还让人家夹道欢迎啊？那我们得等多久？老二一叫啊，他们就知道了。又上山了，秘书。想盖房备料去了。我洗个脸去。哎。老二叫的时候，我还在后山呢，一路跑下来的。哎呀呀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这天儿真热啊。
哎，我来，谢谢。我儿子。哦。以后这条油路啊，就由他来跑了。这就是我跟你说起过的秘书。那你呢？要当局长了吧？我呀，以后要愿意来，自然还可以来嘛。外面来我们这儿的老师、医生、储蓄员、公安，个个能当劳模、当干部。就你呀，光是走啊走啊，这么多年了。我还没嫌久呢，你倒嫌久了啊！儿子都这么大了，你是不该受这份辛苦了。好了，把该寄出去的邮件拿了来，我们要赶路了。学校王老师那儿有个什么报名表格要送出去，我去取一下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们坐。好。我来试试。我还不知道，你也会抽。你不常回家，你回来，我就不抽。哎，老二。哎。你以后啊，别小我，为抄近道，老趟冷水，闹了病不好治。你趟冷水谁知道？这条路啊，就我一个人跑。我又不能整天跑到领导面前去叫苦。一个月前，支局长陪我跑了一趟，他掉了眼泪，说他该死。怎么当了两年的支局长，就没想到这条路这么苦？他说，他要给我记功。没想到啊，他一面让你去培训，一面让我退休。那乡里村里的也不给你写封表扬信？写是写过，我没让发。哪里有自己给自己投递表扬信的？再说，谁又表扬他们了？你也要记住了，不兴自己喊苦。走，咱们去迎迎他。老二，走吧，走吧。喜欢。来看你的。看我干嘛？没见过你吗？那我该怎么办啊？你不是等着人家欢迎你呢吗？是。我该怎么办？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。这是我儿子，以后就由他跑这条油路了。大家有什么事儿就找他，找他跟找我一样。好。
你们忙吧。哎，我们要赶路了。行啊，来，那我们先走。哎，来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张哥去，张哥去。走吧。出村的时候，我爸一直没回头。乡亲们把我们送到村口，还守在那儿看着我们走远。他们是来送我爸的。想想刚才说的那些话，挺伤他的。其实我想要的，我爸何尝不想要？跟你妈妈讲。只是想要的东西，并不一定就能得到。不过也不能说我爸什么也没有得到，至少这些乡亲们肯定会想他的。拿着，走吧。在这山里走好几里地也见不到一个人，就是神仙也闷死了。不闷，神仙能腾云驾雾。山里人干嘛要住在山里？因为他们是神仙的后代。我妈是山里人，她说她和我爸就是在一条偏远的油路上认识的。那天下着大暴雨，我妈在山上给生产队放牛，把脚扭了，困在了山上。正好我爸从那路过，我爸让我妈骑牛，我妈坚决不骑，我爸就一口气把她背下了山。乡亲们看到队上唯一的耕牛平安归来，都高兴地围了上去。我爸不看牛，只看我妈。后来我爸就领着我妈走出了大山。曾经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，闯入另外一个陌生，这样漂泊多少年，这样孤独多少天，等待后我们才发觉走入另外一个陌生。哦，移动的心一渐渐平息，疲惫的我已随风而去，移动的心已早已忘记，失落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遇。你应该走路唱不唱？不唱。那么慢。别老回头，看着脚底下。赶路嘛，有什么闷不闷的？老二见我唱，他也唱。他不是唱，是报信儿呢。下面就是寒坡坳了。寄来的邮件每次都送在村委会，要发走的邮件也在村委会。有两件事你要记着啊，倘若有葛荣家的信，你要单独拿出来弯两里路送到他家去。他们家和村秘书家打过架，秘书不给他转信，他丈夫在外边当牧人，盼信盼着心焦呢。老二，走这边。不是走大路进村吗？我有封信要送。哪封啊？在我身上呢，早晨忘了给你了。老二，过来。还有啊，王五行是个摊子，
他大儿子在部队，要是有了汇票，你要亲手交给他。他那在家的记载不正路，以前瞒着他取过汇款，都记住了？记住了。你好啊。好好好，是你来了，来呀，快坐呀。老二，五婆，你的信。谁呀、啊？是会计吗？是我儿子，五婆。以后啊，您的信就由他来送了。五婆你好。他送，行吗？五婆，他年轻着呢，咱们都老了。我老，你不老。你不说你今年才41吗？念吧。奶奶您好，您的身体还好吧？眼病没有犯吧？腰疼也好了吧？问了多少遍了。我这里一切都好，特区的形势发展很快，我的工作也很繁忙，一时还抽不出时间来回去看您。您在生活上要是有什么困难，就告诉送信的香油员，他会找人帮您解决。好了，让我有事找你，你写信告诉他，香油员换人了。巫婆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香油员换了我儿子。他做和我做是一样的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，一定得告诉他啊。来，接着念。您一个人住在山里面真是不容易，特区的生活条件要好得多，真应该接您出来看看，让您安度晚年。祝您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完了，完了。
五婆，我们走了啊，回信呢我替你写好。就让你儿子写也行啊，听他念信就像孙子说话一样。五婆，我会常来看您的。哎，我姓多，你常来啊。哎，五婆，我们走了啊。哎，老二，走。老二，走。他孙子为什么不给他写信？每年新年寄一张贺卡，春节一张汇款单。儿媳妇难产死了，这个孙子是老太太熬舌羹喂大的，结果成了方圆几百里唯一考上重点大学的大学生。记得那年啊，我给他送录取通知书，他哭着跪在地上说，这回我可真的要走。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，连他爹去世他也没回来。老太太哭儿子想孙子，就什么也看不见，结果整天就坐在那儿等信，等孙子回来。你这么做等于包庇他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孙子该怎么做呢？他是大学生，又当了国家干部，该怎么做还用别人告诉？大学生怎么了？大学生就不能说了？不去管他了，你得记着啊，隔个十天半个月的就去看看五婆，随便给他念上几句。你交代的，我当然可以去做。可要不是我跑这条油路呢，换了别人，谁会像你这样？这事儿是该他孙子做的。你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行。你怎么教训起我来了？我行不行？该干的能干的我就干。天花乱坠的想法，干不成有什么用？做成做不成的，你等着瞧好。那孙子比五婆的眼珠子都金贵，你小子不许胡来。拉着五婆的手，我忽然想到了我妈。出门在外的人总是有很多原因顾不上想家，倒是家里的人更牵挂他们。小时候我很爱看我妈笑，可只有在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妈笑得最开心。我妈老说我爸在外面哭，从不怪她，就像五婆对她的孙子一样。
说。哎，啊，这是我儿子，新上任的香油员，今年24岁。哎，是不是他管老师叫爸，挨了妈妈的打？那还有错啊？我第一次到他们家的时候啊，他才这么高，他姐姐这么高。大叔。走啊！你来的可真巧。今天晚上村里有事儿啊。最好啊，你们中午没吃得太饱。这喜酒就是因为你来才定在今天的。这喜酒我可得喝。您放心，保准啊，让您喝个够。Come on.
姑娘性子烈。我没说什么，我向她了解些情况。我每次进山啊，只要看见她，就想起了你。我在心里边说，不定哪天要是我儿子看见你啊，一定会迈不动步的。你出村的时候啊，一定别忘了看看这个信箱，钥匙呢？你收信的时候啊，一定得看一看。哎，像这样的，你要买张邮票给它贴上，知道吧？知道了。像你这么整天想着投机取巧，还跑什么游路？我投机取巧，等直升飞机落到山顶了，咱们还这么走啊走的，谁还要你？朵儿养外，补血养颜，细腻红润有光泽，朵儿胶囊，海蓝养生堂。从这里过呀，可以少走八里路。可山里水冷，村上的人都要再往上走一段。水大的时候就不行了，还得再往上走一段。老二知道，油包要顶在头上，这样才安全，还能保持平衡。让老二跑在前边，他能替你挡水。你放心，我是在江边长大的。能游江啊，不一定能过好溪。
不一定能在这长满青苔的石头上站稳脚跟儿。你肩上背的不是自家的米袋子。我知道。你就别下水了，有我在，你就不用再下水了。我走惯了，也不在乎这一次啊两次的。你呀、啊，就享受一回吧。我这辈子呀，独往独来，还没享受过。村里的老人说，背得动鳖，儿子就长成了。小时候觉得我爸特高大，还担心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背得动他。结果小学没毕业，个子就比爸高了。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。看老二跑得多欢，一跑他就暖和了。都这天了，山里的水怎么还这么凉？要不我这腿怎么落下病了？
来来来，老二来，放这儿。哎，他这是干什么？他弄了柴来，让你烤火的。我每次在这儿，都烤一烤。我用不着，咱们还是赶路吧。烤烤吧，老二的一点心意。我刚才见你的脖子上有个疤，早的事儿了。我怎么不知道？怎么弄的？好像是十五那年，我扛着梨从地里回家，梨头滑下来，扎了一下。我回来怎么没听你妈说起过？是我不让妈说的，没什么好说的。生你的那会儿，我跑外县。三个月才回家一趟。生你的当天，你妈写了封信给我。别看我整天给别人送信，写给我的信就这么一封。这么多年了，你妈就给我写过这么一封信。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，把吃饭的钱都给大伙买酒喝了。小的时候，我一说爸不喜欢我，妈就说我胡说。因为过节的时候爸常不在家，可只要是能赶回来，爸总是买来很多爆竹给我放。现在想起来，当爸的也真不容易。爸，该走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爸，该走了。老二听见了吗？他喊我爸。给我吧，这次给你了，下次怎么办？这路怎么这么陡？原来有条好路，下雨冲垮了。小心点儿。准娃，嗯，谁让你来的？这么大的风，谁让你来这山上等我？有风更要来吗？我爷爷说了，这就是我的工作。我爷爷说，你为我们滚下山一次了，
不能让你再为我们滚下山一次。你爷爷老糊涂，告诉他，以后是我儿子登山了，不用你来等了。这是我的工作，你为我们滚下山一次了，不能让你的儿子也为我们滚下山一次。周昂，上学了吗？上了初中二年级，路太远，来回要翻三个山头，爹妈不让上了。我爷爷也说我的知识已经很丰富了，不用再读书了。那你自己呢？我知道他们心疼我，不上就不上吧。我读函授大学，我的知识已经很丰富了，不用读高中，直接读大学了。那你想学什么？我非常希望有记者到山里来采访我，可是没有记者来过。我就学新闻系，以后就可以自己采访自己了。我觉得你也可以读新闻系，你刚才跟我说话就跟采访一样。再说你读函授又很方便，不用像我这样等啊等的。爷爷，我走了。回去告诉你爷爷，让他少喝点酒。哎，我走了。老二，我们走。你滚下山是怎么回事？那是半年前的事儿。那天在下角岭帮着他们写个合同，出来晚了，又刮着大风。我滚下山去以后，在坡下睡到天黑，搞得全村老少都打着火把出来找我，真不好意思。这路真不是人走的，那条路就修好了，还好不到哪儿去。你后悔了？反正支局长没有说起过是条这样的路，你也没有说过，你也没问过我。哎，大哥，爷爷，我在这儿，我收到了成绩单，三门功课我得了两门优，一门良，我的作文被老师推荐给报社了，老师正要退回我的学费，老师说供我到毕业，老师还让我多多的采访，下回你们再来我采访你们。转王，一言为定，快回去吧。爸，你听见了吗？下次还采访咱们呢。哼，他管你叫哥，管我叫爷爷，连基本情况都没弄清楚。再说我也没下策。很长一段路，我和我爸都没有再说话，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。直到听见远处飘来的山歌，我爸忽然问起我，是不是喜欢那个侗族姑娘。我觉得她和咱们那儿的女孩不一样，不过也许我不会娶个山里姑娘。为什么？你是嫌她们土见识少？不是，他见识一点都不少。早上他往半导体上扣了个小罐，声音一下就好听了。他说那叫立体声。那你是嫌他们穷？也不是。那为什么？
我怕他们也像我妈，离开了这里，一辈子都想家。小时候，妈老给我讲山里的事儿，我就问她，山里人为什么要住在山里？你妈怎么说？妈说，山里人住在山里，就像脚放在鞋里面，舒服。你妈跟了我，等了一辈子。你不容易，这些年我替我爸留在了家里，没出去当兵打工什么的，背着我没少在心里面怪他。其实我爸的心里不是没有家，没有我妈，往后他不来了，心里照样会装着大山，装着这条油路。人的心其实比腿还累。歇会儿吧。这水谁放着的？不知道，反正有人来放，是专门给赶路人预备的。喝，来。你在这好好休息一会儿吧。背不上路也好走，我一个人上去就行。邮件啊，我都整理好了。
啊，你刚才真行，棒极了。喂，刚才多亏了你啊，来。三天两头的在你这儿歇个脚，还少不了麻烦你。瞧你说的，你们俩先相会，我给您烧水去。他们祖祖辈辈住在山里面，除了山没有别的。谁说没有？响头也叫理想，越苦越有响头。人有响头啊，就什么都有了。要是没有响头，再好的日子也没滋味。就像咱们跑的这条油路，说苦够苦的，可干的久了，记挂的人多了，遇上的事儿多了，就觉得有干头了。不冲别的，就冲这些乡亲们，就冲他们住在大山里。明天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就已经到家了。回家后你第一件事就是到老耕叔公那坐坐，他最顾咱家，平时缺东少西的都从他那拿，拿了还不要还。这个人是不错，是得去感谢一下。感谢倒不必，他是个好面子的人，平素说你架子大，回来也不去看他。哪能呢，是抽不出时间嘛。我也是这么反反复复的向他解释。还有，村长是个带大家致富的厉害人物，就是爱贪公家个小便宜。你看不惯的就闭着眼，听不惯的就当耳边风，莫要惹翻了父母官。这个人啊，我看就不正路，还老虎屁股摸不得了。摸得摸不得的，反正你不要去摸。那怎么行啊，我是国家干部，农药化肥种子都要从他手过，耽误一天就受不了。公事公办，人不求人呢，一般大。反正我跟你说了，遇到麻烦你不要来找我。这是乡下还这么复杂？这么多年咱们不就是这么一路复杂过来的？早点睡吧，明天还要赶路呢。你先睡，我抽口烟。田里的活我交代给许万昌了，你就不要再下水了。嗯。你得答应我一声。我答应不下水。我妈一到冬天就咳嗽，她不肯治，
你县里熟，就带他到县里检查检查。知道了。该叫他。再等会儿吧，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。昨天我碰上支局长，眼泪就忍不住了。支局长说，要不是你一个劲儿的求他，他也不忍心让孩子再走这条油路。不交给他，我又能交给谁啊？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。